下午和小哥一起逛街时，看到一家挺有意思的小咖啡店，我点了一个热摩卡，小哥点的这个是气泡的美式咖啡，就是里面加了那个气泡水的美式咖啡。这家店没有很大，但是布置的好像都挺有情调的，是在一个老社区一个小巷子里面开的，外面放了一些凳子，还有一个风扇，待会等位的人多了就可以在外面也可以坐着，里面有个小风扇，还有卖他们自己烘焙的一些豆子。小哥点了这个气泡的咖啡还挺好喝的，它底下是气泡水，然后上面的话加了咖啡。这个是工作台，刚刚小姐就是在这边帮我们制作咖啡，楼上也安排了做咖啡的地方，不过我们没有去二楼，楼上应该就是一个阁楼的样子，他们自己装修的。然后对面也是他们的一个工作室，在里面烘焙豆子和做一些点心。我们就点了两杯咖啡，本来还想吃一个点心的，但是想吃的那个已经卖完了，我们就在这里悠哉悠哉的休息了大半天。